跟燕子的床戏的时候，我觉得也蛮难的，所以心里面其实会蛮紧张的。在开始之前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有先抱着彼此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这个还蛮有帮助的。当你说期待嘛，可能有一点，但不是那种期待，是说会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婉婷其实帮了我很多忙，她也是说就是你感觉到了就直接来，对。一开始看到剧本的时候，当然会有很多的疑惑，说真的要这样吗？有需要吗？一方面也很兴奋，因为没有接触过，也会觉得说哇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尝试。我觉得剧组给了我蛮多的安全感，所以我反而没有那么担心。我们靠自己的血小板，好长一条，再十分钟。现在是录粘胡子的过程，是保留一下你最后这个样子。一开始不习惯，现在习惯，然后看久了就顺眼。胡子吗？现在把它拍成影片了，就把它的商业机密都泄露出去了。还是我打马赛克？这边都马赛克。我拍这部戏才知道，就是其实殡仪馆都有附设给白衣解剖的地方，遗体有需要二次被香验的话，都会送来殡仪馆这边。就是呼吸的问题而已，因为你说癌末跟植物人他们还是可以呼吸啊，可是这个挂点的你要呼吸很难，因为僵住了以后反而是呼吸协调不好。我们大概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，才把这某一部分弄好。光涂绿色的部分就涂了快三个小时，由那个助理涂的。对啊，对啊。断掉手指也是不容易啊。什么不容易？这个下重本，这个剧组真的很下重本，吓死人。最后一对，今天死亡的状态就是要演痛苦跟挣扎，就是尽可能的就演出那种就是很狰狞的样子。比较辛苦的点是因为不规则、很怪异的形状。OK， 好，走开，拜拜。我相信应该这两天回去应该是破皮的状态。就录你们录到的。戏中戏，一个坏人一样干尽坏事。是哪一个年代？90年代，因为有一个年代感，那个时候流行。这样比较下趴。有年代这样最下趴，好吧，现在是正中午，其他地方是晚上。枪的部分很热，很像夏天，头发里面是夏天。好辣！真的站一次下去？我没有喝下去，那好辣。医生，快点！医生，恭喜佳琪，大家辛苦了。我刚在梳化的时候，直接紧张到，就是我就这样抓自己的手，然后抓到关节超痛。我们前几天去排练的时候，蛮硬的。我觉得拍这种动作戏最可怕的就是要保护对方，互相保护。你可以先捏他一点，然后让他有一点好像不舒服。其实有点期待，就是是一个挑战，就是期待最后的样子会是长什么样子。对，华丽的 ending。